其实我过去长期以来担任不管担任桃园到行政院到新北啊，将近17年的时间，有非常多的好的同事都是优秀的人才，没有人是比朱立伦是属于国家的。那这些优秀的人才今天在台湾各县市或各地方都是好事，所以我很开心的看到这些优秀人才能够为各地所用，只要能够对台湾有帮助，对地方建设有帮助就是好事。那没有分谁是谁，那有些地方首长也是有咨询过一些想法，那我也推荐一些人才，那有一些人他基于家庭的考量不愿意过去，有一些人可能他有别的现实，他会到别的现实去。然后12月25号以前，每一天珍惜做好市长的工作。12月25号以后，一定会的。市长现在刚刚要准备就任高雄市市长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全力以赴，把高雄市做好。民众投票给我们，不是为政治，是希望高雄市政府做好。所以我全力的希望韩市长能把高雄市政做好。那李市长到高雄担任副市长，绝对没有任何一定政治考量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高雄市政府。